西铁的光源兔是这个知名设计师陈普的一个作品。那光源兔它是一只未来兔，这三个耳朵是代表的它可以来接收来自世界各多元的讯息。全球情势、国际新闻，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